广州芳村利朗市场这家土家酱香饼已经成了大市场的标志性小吃，每天上午都围着不少人排队购买，现在好像10块钱一斤，我每次也会买5块钱解解馋。味道和口感都处理得挺好的，关键是不太油，吃得舒服。另外隔壁的桃酥和绿豆饼也同样的受欢迎，不过桃酥虽极为酥香，但我怕热气，下次买那个绿豆饼来试试。另外还看到现场制作的广东传统点心，这是老板正在炸制咸水饺。咸水饺的皮是糯米猪油层面，咸的馅有猪油韭菜等等，甜的是豆沙，包好炸到金黄，口感复杂美好。还有怀旧的西桥小大饼，好久没吃。艾饼，这是用艾叶的青汁制皮，这是煎炸的款式。五仁小月饼，广式月饼经典，常年供应，相当不错。还有杏仁饼，通通都喜欢。